小妹妹，今天我们要去哪里露营？果关。果关啊，就我们两个。到传奇呢吼，嘛袂少人呢吼，沙皮很漂亮呢吼，有有有，那杨妹妹都下装备了，你要一个人搭吗？借我拍一下，嘴巴很难抛。好啊。比较晚，就让我们在那边。对。你要只在睡觉啊？哎呀，妹妹，你看，你有没有被赶被赶搬回啊？区的开心农场，你敢办菜吗？对啊，长岸呢，刚好够的菜。真的，你真的要敢办长岸？没有了，我有买，好不好？哦，就是有没有？你看妹妹在铺床，我们用的是充气睡垫 ，GoPiece 的充气睡垫。天气比较冷的状况下，其实下面可以铺一层薄的被子。比较保暖。要来备料啊！这段时间几点？五点半，差不多要煮饭啊。等小青鸟要来煮饭啊。煮饭是小青鸟的工课。是啊，可是我的工课。先把料备好。啊、这个方便快速煮。我们户外其实不用电，不用那个电锅就可以煮饭，其实也很简单。米，啊、哦，你要洗好，然后泡水泡的大概20分钟至30分钟左右，泡好以后，其实水量跟那水就太少了，然后够了，然后加一点点油。哦，要加一点油，再来，好，就这样子。第一阶段，大火，大火煮到这个水滚了，啊、哦，再转为中火，等下就知道了。
滚的时候先搅拌一下，搅拌一下，然后把火转为中火，盖子盖上，再稍等一下。刚才过程到现在也才不到两三分钟，它开始冒蒸汽了。现在还是中火状态下，这个过程大概在三到五分钟，三到五分钟，你可以看，你现在在滚。其实这个阶段你可以稍微先搅拌一下，这时候可以开始再转为小火，多小呢？大概是就这样子而已。你看，开始冒蒸汽了，用小火慢慢的微煮。大概小火两三分钟后，我们要继续稍微搅拌一下，就像这样子。有没有看到？你也是要把它搅拌一下，好，搅拌一下。松散了以后，一样也是小火，大概这么小，或者再小点也没关系，好。开始慢慢的微煮，来试试看刚才，滤芯差不多被烤了，要再微煮个也是要两三分钟，整个过程大概十分钟就可以完成，后阶段就是焖，放在旁边焖。大概过个两三分钟后去服务看有没有烧焦味，如果烧焦味，其实可以打开来稍微再拌一下，看一下拌一拌，再拌一下，好，拌一下，顺便尝一下，已经熟了。这时候我会做一个动作，开大火，十秒钟哦，冒烟了，关掉。看，然后就拿到旁边下面垫块布，让它自然的焖熟，这样这锅饭就完成了。让我们来看看成果。大姚妹妹大厨现在准备开始炒菜了，先煮汤。你现在炒这道菜叫做什么？洋葱炒香肠。洋葱炒香肠啊？会吗？不会哈。我啦，你那天去了店里试，在那试一试啊。你啊，蒸过鱼啊，你啊爱洗哦。大家记得，海鲜类跟这个一般的肉类，一定要锅具一定要煮完，一定要洗。就是露营的时候不要吃坏肚子比较重要。看看有没有成功。哇，有哎，不哎，就这样子，来啦，放这样子。有啊，因为我们比较喜欢吃稍微偏这个比较硬一点点的口的饭粒啊。啊，其实如果你要煮软嫩一点，就是水加多一点。好，这是露营用瓦斯炉煮饭。哎呀，我们隔壁已经开始在开动了，吃的简单。这两个人煮饭应该比较简单嘛，对不对？两位，是吧？随便吃吃就好了。原始的食物。原始的食物。OK。不想要太多的调味料，会比较健康养生，那既然都到户外了，就不常说吃得健康一点。OK。食物不需要太多的复杂东西。这个就是我们隔壁路友他的吃饭的观点。这我另外一边的路友也是台中来的，
疗愈啊，疗愈的蓝火，疗愈啊，好装备。我们露营的路友就是这样子，都每一家有不同的这个好的装备，可以互相参考一下。这也是我们台中来的朋友，今天看起来我们这一场全部都台中哎，哇，有趣的，对，大家都在忙煮菜，哇，好厉害的，我闷出来了，露营要煮什么东西？刚好你们可以，我们都很随便乱，这个就是乐趣之一啊，这顶是气候达人的。哦，我们另外一户也是台中的，大家都很忙哎。妈好了，我家在前面的。哇，这个大家族在煮，他在煮什么好料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大家吃。哦，以后我们那边也在煮，我们在煮。你看他，下次我也要。嘴巴吹的呢，充气常用嘴巴吹，用嘴巴吹，哇，年轻人干嘛那么辛苦？我是打气的借你。年轻人有的就是体力啊。对啊。很好啊，我们要晚餐了。小青鸟的饭，大成功。大成功哦，好。生啊，花香鸟语。好，现在我们要来去逛茶园啊，小羊妹妹去逛茶园。来看看这边的环境如何 ？Check it out。你学啊？要等啊？没啊。哦。行路好。